女生宿舍的有志青年。都蹲的久了点吗？不至于吧？就是啊，你怎么啦？走路姿势怪怪的。啊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真的没事吗？别疼！哎，富贵，你想不想知道轩轩到底是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，富贵。我跟你说，你别乱说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求求我呀，你求我呀，你求我呀，你求我呀！我发工资了，我请大家吃火锅吧。哎，火锅太贵了，我们吃南门的麻辣烫吧，特别好吃的。啊，轩轩可不能吃了，小心啊，我抱你。哎，我不去了，不去了。轩轩，你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啊？之前和张静，现在和方糖，你们都有默契，都有秘密，怪我非要知道。哎呀，不是的，我得了痔疮。啊？要是被第四人知道了，我们就绝交，绝交啊！哎，长痔疮是什么感觉啊？很疼吧？哎呦，我听说啊，都得趴着睡呢。这是什么？什么痔疮？我才没有得痔疮呢！方糖，是不是你把我得痔疮的事情说出去的？你别乱泼脏水啊！我没有乱说，不可能是富官，那就只有你了，一肚子坏水，总想算计我们。我没有。我是真的想好心帮你的，萱萱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这个好像是专门给得痔疮的人洗澡用的。萱萱，你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，光忍着也不行啊。啊，我也觉得，我跟小彤最近都有点忙，就让方糖陪你去吧。我才不狠心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就我一个年轻人啊，也太丢人了吗？哎呀，我不看了，不看了，走吧。哎，不可以啊！他们让我直播监督你。那我怎么也得找个女医生啊！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。啊、怎么了？那里面都是男的。医生不分性别的呀，你别胡闹了。这里面还有我的死对头，我要是被他知道了，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张子萱，人呢？啊，我走了，啊、杜设计。